想跟大将就跟我谈谈，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？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，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？所以就回答很干脆，我说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。钱学森始终处在科技主帅这个位置上，而且是不可替代，别人没有他这个优势。谁也没见到过导弹什么样子，包括从国外回来的那些老专家以及我们新来的大学生。我们自己生产的导弹，应该这么说吧，正是有了钱学森，中国的航天事业至少提前了20年。